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四缘，这很好记，一个佛、法、僧、众生。众生你要化度一切有情啊，这是你的缘呢。众生苦难时候，引发你的大悲心，你救度他了，那不是一句话呀。那有事实啊，能给他消除业障，使他断烦恼，使他能得到菩提。这个就是信位满心的菩萨，在初住的发心住所应具足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相信三宝的警戒给我们做外援，相信自己的心有这种智慧，这叫内因。三宝外边的警戒就是缘，而产生你的清净信。清净信心圆满了，到了初住，这叫发菩提心，求菩提果。自己在书抄里头讲究如何配合的理和事，理法界和事法界，什么是三宝的净德，什么是世俗世间的善根力，这广开了，那说的更广了。没有智慧心求大菩提果，发大菩提心是做不到的。同时呢，要大方广的广，还得有悲心，广大的悲心。什么才是广大的悲心呢？广济一切诸寒食。广济一切诸寒食可不是单纯的人类，包括所有的众生类，只要寒食有情的，这不是大心的菩萨是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得用微识讲，用四教的藏通别圆讲，那种开阔的，咱不计涉及特广啊，涉及特广啊，大家就思想恐乱，就不计中了。发心有几种现象，或者供养一切众生，在堂打斋供众啊，一切僧宝，供养一些僧宝，那这是一种，或者向人家学习怎么样发心。供养三宝可以做两种解散啊，一种是财物，平常打斋供众啊，或者向人家打补佛呀，用解缘钱呢，这个都是咱们出家二众有时候很困难的。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做义供养。义供养就是学习普贤菩萨大愿，要法供养，法供养就是你的义了。一供养就是你的静坐
或者诵经，或者拜忏，或者乃至于你要是念经了，要修法了，先要供养啊，先要礼敬啊，那就用意供，惯想供，也供养手印，也供养手印，那叫法供养。法供养是礼，咱们供养的花啊，供养水果，这叫事，把礼事无奈合成的供养，或者纯礼，没有钱财，没有物质，用心，或者依法供养法。你送化缘，你先念金刚经来供养，以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来供养，这就深了，这就深了。假使说你发了心了，遇到任何因缘都不退心，遇到难缘，生命失掉的因缘，绝不退菩提心，心念不失。自己不会发现，那就念念吧，念念文殊十大愿，念念普贤十大愿，他们怎么发的，学着他们发，大菩萨怎么发的心，释迦牟尼佛最初没有成佛前怎么发的心，因此华严经善财童子走一个善知识那儿，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啊，又走个善事，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云何行菩萨行，云何行菩萨道，我发了心了，我不会行菩萨行，不会行菩萨道，请你教授教授我。善财童子到每一个善事都入世说，他带着他的身心来做供养，另外没有财物的，总的说来，我们的发心是以信，以你的智慧对待外缘的三宝境界，这得叫具足实德，实实在在的德行，道德的德啊，德行。一切世间的苦乐境界能够忍受，不把它放为意念当中，这种智慧心求大菩提心，就是求佛果。而大悲心度众生，而上求佛道，下济众生吗？以悲心，广大的悲心，广进一些诸寒食，这样的发心，这样的求佛果。我们的平常就训练，这得培育啊，不是一下子发得起来的呀。培育是培育大悲心，见着一些受苦难的，见着一些众生没有成佛果的，见着一些众生还没有发菩提心想求菩萨道的，你应当劝他们不要生狭小的下劣心，不要求自己了生死，总把众生摆在第一位，愿些众生了了生死，如果大家不会发，就像那大家读过那地藏王菩萨吧，地不空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这是最大的了，我众生度尽了，我才成佛果。最苦难的是地狱吧？如果地狱没空的时候，我绝对不成佛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，最大的，学着发，学着发。
咱们天天都念普贤横愿品，或者念观世菩萨普门品，看观世菩萨怎么发的愿，怎么利益众生。观音菩萨就是事，普贤菩萨是理，四理双融的，这锻炼我们的大悲心。我们大悲心，大悲心都有智慧，成长我们的智慧心。问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就是佛所教授我们的每一句话，乃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所教授我们的话，让我们怎么样去做。我们现在做是没有这个力量，心力没这么大，可以随顺发愿。随顺发就像我们念普贤菩萨的横愿品时候，我入大家念心经的时候，看文殊菩萨、观自在菩萨怎么行道的。这都是发心啊，发心。发菩提心，想求菩提果。但是你得把世间放下。所以显首菩萨就教什么，不求五欲及王位，复要自乐大明称。咱前头说那个要得要发心，但是你得放下，你这头放不下，那头发不起来。放下什么呢？五欲。这个五欲是指着人天五欲。五欲境界长了你的贪心，那这个因呢，就是将来变成有财鬼，变成鬼道去了。但是有财鬼不是恶鬼啊。求五欲容易堕五道，不求五欲。我们有没有出家人发愿当王啊，当国王的呀？我就听他有，他想成来世成国王，好有钱。还想得大财富，发大财要趁多少亿。还有呢，使我名称满世界。是求人天五欲。求人天五欲的过患是长贪心，求王位是长着嗔恨心。大家看看那个电视啊，或看看小说啊，那国王杀人太多了。但是这种五欲得到了，将来你是堕恶鬼、堕地狱、堕三途的。没得到还好，只是因心，还没有果。还求富饶的，求富饶长愚痴，有贪嗔痴，贪嗔痴。说我广求自己成道，那是二乘因，得到身为圆觉的果。或者求有大明称，大明称呢就是圣福心，要胜过一切。这都是三途境界，三途境界出不了轮回，出不了轮回。前头那个是发菩提求正果，这个是啊，我不求，要看破，
看破什么呢？五欲、王位、富饶、大名称，一切快乐自在，这个我都不求，都不求。我求的是佛果，佛果。这底下一共是有十种。如果你的心贪欲多，念念得住眷属，眷属也多，这就像那个，这是中品的施乐，中品的施乐，把这施乐分成上中下三品。嗯，这个名相要果耐心，念念的得到名闻，名达四方啊，让人称扬赞叹你。但是如果是佛是菩萨，那不要你去求，人家自然就赞叹了。没有实德而想求这些个名称，是下品的实能。要你的心念念的求五欲，求五欲，像趾高气扬的想当大人物，说讲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呢，讲的善法，是善心所像仁义礼智信吧，这是我们中国过去的五教的下品的善生，这属于阿修罗道。要你是要你的心念念心向世间的快乐，对你现在这个不敬之身难住，以慈心妄想，这是贪耐心，慈心妄想贪男女关系了，男女关系了，这个要想断这个，求世间的快乐，这种善心所叫是中善的。要是念念知道三恶道苦，人间呢有苦有乐，三恶道是存苦无乐，天上呢存乐无苦，这六道就是这样，六道这样。那你行的是天道善，咱们说人间所说大善人呢，那仅是天道，死后得的报呢，天道不？说念念的求大威势，大威势，身口意所做的都是有大威势的，总想降服别人，那你。欲界主，欲界主所行的是摩罗道，摩罗天，念念欲得智慧辩才，世间的啊高才荣败，十方显赫，这堕外道，堕泥前道。说念念练六尘五欲，被所盖的禅法，还有盖，但是这个盖是五盖那盖啊，得三禅之乐，发善心所，这是这个得的呢，是色无色界。要是心里头念念的。了得善恶轮回，看着一些凡夫那六道轮回流转，破这种恶得清净坏，这个清净坏呢就是禅净的智慧，这叫行什么呢？二乘道，二乘道，说心在道，
非特多，非呀、就是不是处，很多很多。这个书抄上就举这么十种，举这么十种，让人去分辨。为什么举这些个？说这些跟菩提道不相干的，千万莫发这个心。要你的念，你心念，不要念这些个，这些个都属于六道。要怎么样才对呢？但愿容灭众生苦，利于世间而发心。常欲利乐助众生，庄严国度供养佛。受持正法修住字，正普提故而发心。于法即生已入世，至上供养而发心。深信与佛及佛法，以现佛子所行道。即现无上大菩提，菩萨已是处发心。前的是说不是的，现在叫你念念发心。发什么心呢？发大悲心，容灭众生苦，是一切众生永远得到利益而来发心的。灭苦是大悲心，让众生得利益，利落一切众生身，这是乐。利落，利落是什么呢？大慈，悲能拔苦，慈能娱乐。有大智慧心，上供养佛法生三宝，上供就是供养诸佛。真正发菩提心，供养的是想得到，供养正佛是想成佛。为了正菩提，修持正法的来发菩提心，这才真正发菩提。不是浅见的，要深信的，不但信，而且能够解。身心信解，常清净。这前头不是如是的菩萨在净行品就这样教授我们的，常时念念恭敬尊重一切诸佛，不只尊重佛，与佛所说的法，佛的弟子，一切众生生宝啊，自诚供养而发心，这样发心的，这跟前头那个十种的六道轮回的相反的。深信与佛及佛所教授的法，以信佛子所行道，这是生宝。常识敬礼恭敬佛法生三宝，也信他们所行的道，即信无上大菩提，正等正觉。菩萨已是处发心，这是发心处，这才是发大菩提心。菩萨是这样发心的，灭众生苦，给予众生乐。怎么给他的乐呢？不是给他几个钱，给他一所楼房，那就是了，不是的。让他止苦断尽，悟灭修道，发大菩提心，利落一切有情。阴的时候就入要这样做，这就是显手菩萨说给我们四殿十住的出发心众，诸位菩萨
诸位的菩萨，一入住了诸位的菩萨，这叫真正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只说发心啊，发心，就是记住佛种性的发心，那将来一定能成佛。所以我们心乐，我们就用这段这个经文呢、啊，验证我们的心。我们一天想过多少次？我要灭一切众生苦。我们这要有什么500来人、400-500人，一天的想灭众生苦，那这个世界上都起变化了。这是办不到的，要求自己发菩萨心能做到，让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去，做不到的。十方诸佛就这样愿一切众生都要发菩提，都成佛，愿是指导自己的行的，生自己的慧的，目的是让一切众生解脱的，这才是把前头的信位才能究竟成就了。咱们上头所讲的四因四缘去选择，长时间入世思维，别的不懂吗？听不懂吗？你一天想利益别人，想帮助众生，一天你起过好多次这样心呢？这个自己该知道吧？想自己得好处，想自己脱离苦难也好嘛，断烦恼嘛，那个断烦恼证不到菩提，只证到二乘断见思惑。这一段意思啊，是说你的种性，我的佛种性善根具足，这是一个因。加这些三宝加持，加佛的教授，这就是缘。如果你的心时时念念的竟是这些个，竟是利益众生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都是四无量心，这是根本，根本的根本。再加上那些思戒引进禅，慧方愿力智，十度十波罗蜜，这不是六度啊，做的是十波罗蜜，想的愿一切众生成佛，度一众生，心无杂念，无杂念的就没有贪嗔痴，没有烦恼，没有这些个，对世间上一切的利落，乃至富贵功名啊，财财利禄，一切都从来没思念过。思念的怎么样度众生，怎么样行菩萨道，怎么样当就大菩提果。如果深信佛所教授法的人，他一天所圆念的，一个是度众生，一个是成佛果，其他的没有。我们发心没发心，别人不知道，除了大菩萨有神通的，但是你自己知道吗？我们往往的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。